What's up？ 这是你们的老选手 Gumbo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空间的仔仔。我马上一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新人，我是来自成都新空间的 B Boy 小龙。好，那么我们一共有三位是来自新空间的，对吧？凯哥的组队，你们想为自己的团队证明一些什么？我们新空间的态度就是独一无二。态度就是我们是最棒的。我们这次来的目标就是帮新空间拿下这一季。新空间的宗旨的一句话就是不争第一如何生存。第二季有刚宝，第三季有杨凯，第五季黄凯仔仔。我觉得今年比较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新空间的仔仔，他的名字叫黄凯。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我的队员有多么的厉害，大家敬请期待。会有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？我是那个单人旁的师傅，不是父亲的父，所以说不担心。